者洛子新台北报道，包九天秦女子詹怀浩3月30日将举行埋在角落慈善音乐会至海底音乐派对，都是狗奴的三人日前为音乐会来宣传影片挑战序列，初次见面低狗狗，没想到只有秦女子训犬有数，另外两个大男生却完全没辙，只能用食物柔情攻势。下翻全场，方炯斌从马来西亚来才发展10年，因租屋不方便养宠物，一直没有办法养狗，只能常常捡受伤的小鸟回家。不过槟城老家有养狗，所以每年回乡过年最开心的就是可以跟狗玩，而詹怀浩则是从小跟狗一起长大，家里的马尔济斯超黏他，出门会指定要他抱，还常溜到他房间陪睡。秦女子则因父亲在动物园工作，从小就擅长跟动物沟通，透露去年他养的柯基犬被蜜蜂噬伤，发出从来没听过的凄厉哭声，让他心疼不已，瞬间体会到痛在娘心的感觉。音乐会门票收益将捐给流浪动物花园家福基金会的公益团体，除了做爱心以为狗年讨着吉祥，购票可洽 KKTIX 集全台全家便利商店。方炯斌拿大狗狗没辙，只能用食物收买，海蝶提供秦女子坐起，方炯斌詹怀浩为慈善音乐会拍宣传影片与狗狗相见欢，海蝶提供秦女子训犬有数，一个指令狗狗立刻听话，海蝶提供。